当小珍在街边摆开下棋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我刚被一个大姨教育说没有对象又没有正经职业。你啊，差点没不拿啥的，你一个月能够挣好多钱，我就不相信了。可能你父母亲着急的很嘛。有点扎心，我现在只想收摊回家，对象都没有，我还拍什么短视频？有个美女过去了。哎，这跟我啥关系嘛？哎，美女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我能来一盘吗？老三。哦，好好好，没得问题，来一盘吧。那你让我两个子行吗？我觉得我下不过你。你咋晓得呢？刚刚走过去的时候把你认出来是谁了？哦，那你是哪个呢？先说你让我两个子行不行嘛？嗯，好嘛，那我就让你一个跑一个嘛，再让你个先、哦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不行了，不行，输了，输了！没想到你这么厉害，之前会告诉我你是哪个了吗？哦，刘老师，谢谢您让的我。你不是那个勾妹说象棋，呵呵，我们还互动过。刘老师，请多关照，请多关照。早晓得如果是你的话，我就让你一个子了，这么厉害。漂亮。